英姐好，石头哥好，打断一下，打断一下，我来做个简单的采访。正练习练着呢。对，我刚看你的抖肩太帅了。反正人我就不介绍了，大家都很熟悉的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黄玲姐这一次你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？今天我要唱我的《羊》。然后呢，最关键的是要跟常石磊一起唱嗨歌。你觉得是你唱的好呢，还是石头哥唱的比较好呢？太有了。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。你肯定觉得我唱的好。我觉得我唱的比较好。你说假话。真的。你真的说假话。真的。真的。我觉得我唱的比较好。好好好吧，我就先告诉你，我觉得你唱的好，好吧。哦，好，那我也勉强接受您唱的比较好。反正我不知道。反正我们就是愿意 PK 的。其实我是支持黄玲姐，我觉得黄玲姐唱的更好，原唱吗？我比较支持石头哥，因为石头哥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师哥，然后接受了很专业的培训，然后包括像刚刚石头哥说可能会觉得黄玲姐唱的比较好呢，其实是我说我唱的好。哦，这样的。到底谁唱的更好呢？让我们现场来唱一段吧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唱就唱啊，我们唱和声的就好了。好，二三。对，真的太棒了。那究竟谁比较好呢？这个我们现场来揭晓答案。嗯，拭目以待吧。拭目以待吧。